接下来关心大拿镇的消息，泰盛中药行在大拿地区已经传承三代，第三代负责人有感于中药文化的脉络，持续推广，设计出新的产品，一款就会当饮的客制化中药包，以及针对卡料的浓缩足浴包，欢迎民众来预约客制。在大拿传承三代泰盛中药行，感受到中药文化的脉络。特别设计出新的产品，有一款一饮的客制化中药包，也佮有针对卡料的浓缩卡药包，嘛佮有佮中药结合的米果，现场也佮有真侪冲泡式的茶药包，欢迎民众去看卖。新产品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就研发了一些像我们即饮包，即饮包就是我帮你客制化的一个制作，因为你的需求。好像我们女生常用的生化汤还是食物汤，你的需求跟我们讲，我们就帮你组成，剪开可以直接饮用的一个方式啊。啊，也有些软骨的嘛，哈，你的需求是什么，我们就帮你客制化的一个定做，让你可以及时的剪开就可以使用，减少你的不方便。好，那些小朋友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了哈。那家长给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很简单，他们的意愿会提高很多。对，啊，当然除了即饮包，我们有研发了一些像我们的足浴包，也是剪开的方式，浓缩后把它倒到水里面，它就是稀释使用，就可以帮助你快速的一些得到一些舒缓的一个效果在。那除了即饮包、足浴包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些研发的新的商品，像我们的茶包的部分。那茶包因为我们其实做了蛮久的哈，那依照不同的需求，我们就研发新的口味哈，新的一些感觉哈，让大家觉得茶包可以多样性哈，让大家觉得很方便。那还有一些养生的一个效果在这样子。那这些是我们新研发的一些米果哈。那因为我们的一些茶包其实卖得非常的不错，像我们的洛神花茶、黑豆茶。那我想说，除了茶以外，其他人就可不可以吃到不是茶的方式去吃到一些养生的效果在？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茶饮哈，我们的洛神花茶融入到米果里面。那米果就是我们小朋友吃的那种米饼，有没有？就是不是油炸的，就是很天然，它没有其他添加剂，是吃的很健康、很养生的一个商品。所以我们就把它研发，就是把它放到那个米果上面哈。这可以，其实吃米果的当下哈，因为这米果都是有机认证的一个米哈，那吃的是对我们身体是很健康的，尤其是小朋友哈，他可以吃到米果之外，洛神花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哈，它的效果在。那黑豆本身有一些也不错的一个效果哈，所以都给它融入在里面，让它吃起来不是纯粹只有原味的一个方式的哈，就是有口味的一个米果哈。那其实是大人小孩都皆宜的。负责人许开心表示，即饮包是根据着民众的需求去进行客制化，希望会当透过这款的方式来提升方便性。嘛，让小朋友的接受度提高，增加民众对于中药的接受度。最新新闻内角大拿镇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